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呢又来买菜了，给大家看一看现在买菜都花多少钱。据说呢最近呢美国超市的蔬菜水果和肉类都降价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去买菜了。莴笋鲜活的龙虾6.99一磅，准备买2只，差不多一磅多一点一个。商店里还可以给你蒸熟，这只大蒸笼。这个店员正在这个把蒸好龙虾拿出来，免费给你蒸熟。买了2只龙虾，买了2只龙虾，2.78磅，最后是19.43美元，差不多20美元，2只龙虾。这个牛排很便宜啊，4.99，还是给大家看看。还是安格斯等级的牛排，安格斯牛排4.99一磅，这边也有啊，这边也是同样的安格斯牛排，这个是5.49一磅，这个是感觉特别便宜，买一包回去做牛排。这个是猪腿肉1.99美金一磅，这个应该是看起来也不错。没有肥肉，也没有皮的，不带骨头。猪腿肉1.99一磅。这个是美国式的，大芹菜，这一个可能有，一磅多两磅。9.99一个，买一个。这个菜花2.99一个，这一个呢，还是挺大的，可能有这一个可能有两磅。好，买一个西红柿1.29一磅，我家里种了很多西红柿，就不买了。这个红色的葡萄1.99一磅，给大家看看，看起来又大又好，买一袋。各种各样的苹果，便宜的0.99美金一磅，这边也有0.29的，这边贵的是1.49一磅。各种各样的苹果0.99一磅到1.49一磅，看着都挺好的。例如这个苹果，个头挺大的，看着也不错，1.29一磅。这个是从新西兰进口的，我操，这么远运过来，1.29一磅，挺便宜的。这种小的瓜和中国的笋瓜差不多，1.29美金一磅。这边有各种各样的桃，最便宜的1.99一磅。你看有各种各样桃、李子，贵的话最贵的是2.99一磅，这种白桃，2.99一磅，最便宜的1.99一磅。这个芒果0.99美元一个，这边的木瓜是1.49。一磅，香蕉0.49美金一磅，这边的是有机香蕉，有机香蕉是0.69美金一磅，这个是有机香蕉。这个是 organic 的牛奶，半加仑是1.89立升，3.99美金半加仑有机牛奶。这边卖鸡蛋的地方还有招工广告。各个部门都在招工，这超市都在招工。买的差不多了，准备交钱了。这个超市非常大，环绕一周给大家看一看。这边有20个收钱的柜台，很多都满了。你看大家都在排队付钱。刚烤出来的烤鸡，4.69一个，我估计这一个有2-3磅。不是特别大，但是也不是很小。这个是Tom's 牌子的，Tom's 牌子的这个 bagel， 这6个 bagel 3.5美金，买这一包，洋葱味道的。好多人在排队结账，看看。我们这边超市里收钱的，很多都是印度大妈，还有就是高中生。刚买完菜，现在来加油了。现在的油价是3.75美金一加仑，
一加仑呢是3.78升，所以刚好，1美元1立升，1美元1立升的油。好，现在加油了。好，加好油了，最后加了13.671加仑，总共是51.39美元。买回来的两只龙虾准备切开煎一下做姜葱龙虾，现在在煎龙虾，这是一只龙虾在煎，切开的一只龙虾，龙虾做好了，姜葱龙虾另外做了一个素菜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吃饭了，请关注点赞，谢谢。